激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独特磁性的嗓音，加上触动心扉的台语词曲，再加上唱作俱佳、主持功力一流，已经是半个艺人的文昌里长王明清的口白和陪唱，轻易就得到长辈们的共鸣，虏获长辈们的心。议长童子伟原本计划陪仁爱区文昌里长辈们一起中午共餐，却因为主持议会开议错过时间。不过童子伟还是信守承诺，赶到文昌里致赠一台血压机，让长辈们平常就可以使用，关心长辈们的健康，也鼓励长辈多多走出户外，多和大家一起吃饭聚聚聊聊天，开心健康，延缓退化。我知道大家在一点半就开始了哈。啊，特别只蛋黄，你看大家拢食饱，唔知有老少菜会无啊？有啊，老菜会啊，店长。是嘞是嘞，我爱主持会议，我无法度安尼随时安尼走来走去。啊，今仔日有机会再次来跟大家请安问好，我真欢喜。然后我们因为这个里长很用心吼，这客老爸就用心了，替大家捐出迄个血压机，啊，甲破箱甲吹一下，你好无？这血压机厉害哦，这边你有手伸出来，伊阁会讲话啊，阁台语哦，台语发音呐、啊，啊，阁有一段歌印出来，互你讲你即摆血压偌济。虽然错过和长辈们一起共餐，童子伟改以高唱一首深情的台语歌曲娱乐长辈，加上童子伟干爹文昌里长王明清综艺魂上身，幽默的对话更让长辈们笑开怀。吼、哦，伊还袂做议员当阵吼，我连伊做迄落干儿子时，伊还袂做议员当阵，伊当阵拢家己派去，啊，结果区长刚凊彩讲要换一个尔，啊，到阮客囝来就讲啊，你迄另外迄吼派去我。叫古店阁甲你换，所以我嘛在厝吼十二万分的感谢呢。啊，所以讲啊，我只有一个囡仔吼，像你安尼，唔知偌好，啊就讲啊，无你做阮干爸，啊就安尼开始行嘞。啊，叫自从伊叫我干爸了咯，哇，伊就真心酸了意愿呐。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啊，自从吼我做干爸了后吼，伊做干爸，你看拢有啥物？拢有啥物像我阿哥啦吼，啊，佮有啥物啥物话，伊拢晋升的亲戚嘞。所以讲吼，议长是算起来是咱文昌里的亲戚，咱在厝婆仔先高奖一下吼。啊，不管安怎吼，咱来支持吼，咱来议长。文昌里的阿姨叔叔们也非常疼爱贴心的童子伟，虽然大家都已经吃完饭，还是特地为他留下自行烹煮好吃又丰富的饭菜，感谢子伟议长的关心和陪伴，也希望他不要饿着肚子，照顾好自己的健康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